接下来请收看超级篮球火。篮球火经过许多人不断的努力，总算能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了。不过在拍摄现场到底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，你不得不看的独家漏网镜头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瞧瞧咯。今天是那个封路啊，大手笔封路，然后连那个我们的警察先生都来帮忙。剧组真的把整条马路都包下来啦？什么，导演居然在现场脱起裤子了？哎，真是令人害羞哎。哦，原来是要先充当吴尊的替身呢。跳呀，落到我的。原来这场要拍的是大英在救球时和吴尊的重击迎面相遇的戏，难怪手足这么紧张哦。哎呀，我弱，对吧？那我们今天高原爱的呼唤。啊 ，OK 哦。那刹车，刚刚什么刹车痕？这样子，接下去那个节目播了。那个今天这个大场面啊，然后就是封路，然后光一场戏呢就拍了一个早上加一个下午。然后今天吴尊跟吴孟迅呢，这两位先生呢还蛮轻松的。是啊，就我一个人飞，但是吴尊也没有很好受了，因为他要穿那个赛车服，然后就是很热。吊钢丝，我再看一下，哇，只是一毛的部分啊，就是那个有点那种丝丝的感觉，有点厚，那个好像有要凹进去的感觉。一开始吊威亚的时候还抓不到那个身体的那个张力，还抓不到。小动作不漂亮，往前请的。因为他们之前有去训练嘛，然后我刚好那时候都在发片期，所以没有去练习。那刚好我以前有吊过钢丝，所以还有那个经验。那第二次的时候，就慢慢的就已经那个渐入佳境，到最后一次才觉得不错。所以前面有一些都还挫挫的。但是经过导演的那个教导之后，应该动作很好。然后钢丝的问题，还有那个小小猪的问题。小小猪他今天不是很开心，他刚已经传简讯给我了，说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但是我觉得效果出来应该会蛮好的，要加上那些特效啊、音效啊，进来应该会蛮吓人。篮球盘。袁大英在戏里有个有趣的想象场，两人的不羁形象搞笑演出呢。他真的欺负我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换小熊。小猪，你还 PK 哦？导演总是会率先示范。不过这该不会是真的戳到了吧？可怜的猪屁股，一天内被袭击两次，看起来真的是很痛呢。拍我们两个激情的床戏，我刚刚导演坚持，我们刚刚一直跟导演说，我们坚持不到比赛。我们在借球，借色，还有接吻。我们刚刚其实很好笑，因为刚刚两个要靠得很近，可是是互相瞪，可是都我们两个从彼此眼中都感受到有爱意，对，所以一直想笑，可是你要一直忍住不笑。其实拍戏，我觉得这是最难的。而且是男生跟男生对看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就突然看一看，就觉得他很像《射箭》里面的汤唯。我露一毛。没有我，但是我觉得他今天有一幕让我觉得有点吓到，一球投进。
大家以为这个篮球里面动作是假的，我只想证明给大家看。对，那谁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 OK 啊？不可能！哎，我都没有试了，跟沉掉。有，可以。等一下，这时候就可以接了。但他本身欠我30块没有。对，然后我还有打到我那个小小猪。第一球没有，总共打了3球，那另外2球打到我的婶婶。哎，中了没有？中了没有？来，直接车。哦耶！对，来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这是妥协。第3次，要切，没错。那下次我会有这个动作吗？没有，我有替身，然后我会跟导演讲，下次换我会做什么。他说他刚刚跟导演要求要加戏，希望下次换我在那对，换我报仇，胯下运球一定要。说到报仇，小猪逮到机会呢，就马上行动了。这里报仇？没有，当导演讲哦，当导演讲哦，故意的。我没有报仇，话很多哎。快投篮了！不过 Jerry 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到底他会如何反击呢？他要吓到，他就，我刚吓他一次，他吓笑一次。什么？小猪，你又要报仇哦？不过看你手上的武器是。该不会是卫生纸吧？今天的风可是大的哟。你玩他吧。结果诡计被导演给中断了。这样蛮轻松的啊。对啊，就其实昨天你比较累的。我不会啊，我觉得拍这部戏对我来讲。就觉得是在玩，是真的是在玩，没有什么压力。然后大家其实觉得跟这一组合作起来应该很愉快，因为每个人都很敬业，然后每个人真的都很认真、很积极，所以你觉得在这边工作，大家就会自然而然不浪费时间的。接下来请收看《超级篮球火》。这天拍摄一连串的动作戏可精彩了呢！5、4、3、2、1，好 ，OK， 转身来，对，拿起来之后脚提高，后脚去，后脚去，对，二，来，哦，你跑太远。尽量贴他的脚杀过去了。哇塞！再看一次小猪和吴尊精彩的配合演出。你看吴尊，他想要试，蠢蠢欲动。别骂。还是转一下。吴尊，立马帮帮忙！这么危险的动作，导演怎么敢让你做？不然要替身干嘛嘞？他追你，你追他，那你看，你往那边去，他往这边来，得球就当。你真会滑哎！你会滑好，好，滑呀，哦，真的，就在这里，别逞强，进去是很轻松的。
脚要找电梯啊。对啊，跑一下，跑一下。来看看正式跳窗的情形喽。因为导演跟我讲，我跳两次要跳三次。对，然后他两次跳过哦，我两次也跳过，可是第三次我在那乒乓乓，他妈棒死！我很紧张，因为我在那个角度看不到他，对，然后很怕会撞到，默契要很好，对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好胜的人，我本来是找好胜的是想要自己试哦，就当替身做那个动作，他一直在那边一直不动的。我想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想试试看嘛，很危险。对啦，然后大爷说神经病啊，我们是那个企业战士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从这边跳下去。你跳，我走下去就好。小猪，该你表现了，不要漏气哟。屁股不要往前翘，不要往上走，屁股是往前送。OK 啊 ，OK 啊。我一定要到，你要吗？随便朝上。加油啊，小猪，你 OK 的，你这没有那么恐怖啦。对，你顶多高我五六公分嘛。啊！小猪啊，有那么可怕吗？导演都示范这么多次了，你 OK 的啦。跳完窗户还要跳楼啊！不过是谁要跳呢？哎，大哥，让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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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厉害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我怎么样都没他们都跳都没凹啊！我这边跳膝，你看。膝盖一定要活动，膝盖一定要活动，撑两下。来，我们OK的。好。吴尊跟小猪要亲自上阵了，哇，有好戏看喽！来，车子要开，有了，我有抓你啦！等一下，来，准备，来，安静，来 ，OK。好，来，小猪走开，我快到点，小猪。好，来，等一下 ，OK。来，怎么样？来跑了跑了，来哦！对，好，我今天要做舞。好，来来，录了录了，丢了。哇 ！OK。我跟你讲，身体不要躺后，躺后好危险，要躺前面。哎，你看丢脸丢脸啊！对，英雄英雄。原来体能健将吴尊也有崩溃的时候。哎，很好吗？我还要跳一次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再跳一次，可以啊。来，来，这样好，可以吃便当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跳完就可以吃便当了。来，准备，来，怎么样？哎，不要算，不要算。好，来，好录了，先录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。超级篮球火，来，这样好，可以吃便当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跳完你就可以吃便当了。来，准备，来，怎么样？
不要算，我们不要算。好，来，好录了，先录。OK， 好，来换下一个。准备好，不要。我不是他，一二，行吧，说，表情要小心，记住，说。刚才有录到吗？没有录到，对不对？第二次。太神了！说乱发音就不能停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停这边。好吧，一样大大一场。我那个过程不好受啊。对。辛苦了两位，要不断飞踢，这样一定很累吧？他那时候同步往前一点。挡，看到没有？武器在那边，一挡的时候，这是手就上。好，来，让身，让身，手，哎，闪身，手，你看到？一挡完的时候，来，放，来去，来退，退，退，来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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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导演不只要管画面，还兼当武术指导，真的是很忙碌呢。嘿，很厉害哦，导演。这现在是四球啊啊！好，再往前，好，来，走。其实这一套是导演自己套出来的。对啊，导演从打到受伤嘛，如果刚刚有大家有看到，他自己就为了示范一个动作跳下来，跟他对会有压力，因为我会想要跟武行对，因为像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我有脚踢脚，我可能踢到武行，然后他自己会打，对，那你就打起来你比较不会抓，就是说可能我跟他打我会抓五成力，因为我不敢真的用力真的伤到他，我会觉得抱歉，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刚刚就是会有一些压力。对啊，那么大只看着就觉得打起来压力大。大英被奶奶用拖鞋追杀的戏码，幕后的黑手原来是导演。导演你也太狠了吧，下手快很准啊。OK。不过刚刚才毫不手软的拿拖鞋 K 了小猪一顿，现在还把拖鞋绑在小猪的脸上，这是在恶整小猪吗？好好的帅哥被弄成这样，哦，可怜的小猪。啊，进来。脾气暴躁先喝一碗。老兵过来，先给导演磕两碗，他脾气不好，他锅气大，你干苦。这场没有我，就你欠别。请大家吃大兵，是不是？谢谢。
就动嘴巴，我跟你讲，我和跳舞就会翻脸了。冲冲冲，小猪冲啊！你 OK 的。哇，跑完了上坡冲刺以后，居然人生就变黑白了，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快下来吧，小猪，下面还有考验在等着你呢。这只手要吊住你，这只手要撑住，然后脚也很香的。OK， 来锣鼓点。不用看小猪平常嬉皮笑脸的哦，正式开拍时还都是一次 OK 呢，厉害哦！下次的超级篮球火，你更不能错过啦！天外飞来反擦，小猪无力招架。小猪死缠烂打言承旭，将遭受什么报应？听到没有？究竟是谁惹毛大导演，竟拿起石头要砸人？准备，来小猪，又拿进去了，这么快？还有更精彩的独家漏网镜头，就在超级篮球火，千万不要错过喽！